今天跟下蜘蛛娘吧。本来昨天下午直播签字，我的打算是直接把汉化好的一整画丢在动态里，结果动态发不出去啊，这还能咋办啊？只能含泪水视频咯。这次也和以往一样，我直接把汉化好的图丢给你们自己看。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UP 主啊，你都花时间汉化了，为什么不顺便解说一下呢？哼，这里统一回答一下，你们不要太残忍了，我是只想解说自己喜欢的漫画，现在我完全把它当搞笑漫画看来。解说的话要花时间写文案和录音，得花几个小时。我对这本漫画的感觉就是像朱军小时候对自己爱慕的大姐姐一样，擅自在内心美化人家，对她有过高的期待，然后擅自失望，最后又爱又恨，由爱生恨，最终完全不想对这本漫画花上太多的时间。之后的你们就自己看吧，UP主转身去了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直接问我。